你们过来下锅了啊！热粉越好吃，据说这家店是排在整个贵阳是前三名的，刚刚这个老板说排在前五，其实是他比较低调很保守了啊。一天卖3000碗，在整个贵阳啊是绝对能进前三的，关键这个量还是挺足的啊。我来贵州已经有将近10天的时间了，几乎每一餐吃完都是饿着肚子的，就这一碗我估计我肯定能吃饱。